我靠！你还故意不一次拿碗哦你！耶！我是小哥哥艾琳，最爱你，让小姐姐唱唱水水没有道理。那我现在所在位在 Morgan 男模店，来，真的跟各位讲一下。真的有太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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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底是多多？没错，非常非常多的人想要找我来开一间男模店，这不是来了吗？就是呢，我今天要来当一日实习男模，好不好？看我今天可以赚多少钱，看看到底男模这个行业到底是在干什么，以及他们要做什么。决定我要来当台中第一男模，好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那如果想要购买《我弟很猛》里面很潮级马卡，记得参考下方链接，或是到我的虾皮卖场以及来去官方专区做购买。那记得不要买到来路不明的网站的产品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实习一日男模啦 ，Let's go。我接下来巡视我的店，来看一下他们的条件，有没有十八公分？还敢混？走，有没有十八公分？差一点，差一点。滚，有没有十八公分？十五公分而已。滚，有没有十八公分？五公分。滚，有没有十八公分？没有，我走。好，走，太棒了。有没有十八公分？没有，没有。滚，有没有十八公分？有没有十八公分？哎，比十八公分还长一点。你多长？19.5。对，来。你就是我要找的人，我今天有个任务，你要教班长怎么当男公关， okay， 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你怎么弄？娘娘妹一点，快点。可以可以啊。换你。好，他就是我今天一日的男公关的教练，做多久？3-4年。三四年？那我怎么没看过你？不好意思啊，可能颜值差了点，但是你长。对，长就赢了。好，我们走。其实掌握了好几点哦、啊，跳舞。会喝会聊天，在床上会跳舞可以吗？床上的部分我就会觉得要看跳什么舞啦，对吧、啊？腰力好不好就很重要了，因为客人有些喜欢看腰力这部分。要会喝酒，一定要会喝啊，不然喝没两杯，然后客人跟你聊到一半你就挂在旁边。可是我不会喝怎么办？有没有不会喝的公关？还是有啦，但是要长得特别帅，帅是一点呐、啊，会喝也是一点，会聊天也是，会聊天很重要。颜值7以上的话，客人看到就是哎、欸，你光颜值就够了，就是跟他聊天，聊到。他开心就好，你可能甚至连一杯酒都不用喝。欸、那我可能要走这个路线哦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你是可以走这个路线。像我是专喝酒那部分，所以你叫我去讲那些冷笑话没用，就冷场很尴尬。你是走喝的路线的？喝的路线，对。这个行业有没有不能犯的一些禁忌？像我们公司的话，就是不能私下陪客人出去嘛，不能私接就对了，不能要赖就对了。要赖可以，你可以私聊，但是你就是不要私下就是违背公司，然后出去。私下跟客人喝酒还是怎样，就是要消费的。对对对对对。采访过酒店，我以为不一样，一样就对。其实也是一样的，对，一样的就对了。那你觉得男公关跟酒店小姐，你们的收入是有落差的？男生真的相对比起来的话，会比女生低一点。讲坦白一点，钱多的来讲的话，一定也是男客居多了。能消费的贵妇之类的，大部分也会有另一半，所以在我们这边能消费的，其实真的也不多，就只能说能来的就是那些。你怎么讲的那么心酸啊？是蛮心酸的、啊，有时候喝的蛮难过的，你知道吗？喝一喝可能还跟哥哥说对不起，就是认识的哥哥老板之类的说对不起，因为这是他的另外一半。对对对对，就说要道歉赔罪。你觉得为什么女生愿意花钱来男朋友？你是有什么好玩的地方？第一，已经是新鲜感嘛，是你男朋友可能成熟型，他想来这边找幼稚的嘛，对，换个口味嘛。然后第二就是来这边玩，他平常可能出去只能跟老公出去，只有一个。他来这边，他钱多，他想点3个、10个、20个，他想怎么玩都可以。一天可以赚大概可以赚多少钱？因为我们公司来算的话，大概是10000多吧。一晚上可以赚10000多块？对，我是以你的条件来算。那我们来这边打工好了吗？一样已经打卡了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就在那边打工。好 ，OK 吗？好，看台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先去看台。看台什么意思？一看台就是我们客人他可能没有一定的人选，就是哦随机用看的。所以我今天有台。对 对, 對、哦，你今天一定有啦，哦、有台是一定有，哦、对不对？哦、okay, 那当然是今天。那要上班了。哦，好害羞哦，处女秀。
众期待的产品帮你们生出来了，好不好？经过7749天的研究，全台唯一的媲美仿制了这些壮阳膏的东西，没错，就是我定很猛。你只要是熬夜、抽烟、喝酒等等的，你床上站立不够的，你吃完的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，你绝对可以比之前更好。你只要充血量超级超标，的外观看起来就更大。女生吃完这个，在房事的感受度上会大大的提升。最大最大的关键就是，我们这个是食品，不是药品，所以大家可以以保健食品的角度去吃。好啦，那我在你，我们搭吧，来，美女上台喽。你好，你好。麻烦你们多包涵，管他。第一天灾难教育，应该先来一下。OK， 所以要跟每一个都自我介绍。对对对。美女你好，我是爱美女，美女你好。嗯，你好。你好。怎么称呼？叫慢慢。慢慢，慢慢。对。好，这个进完之后，然后再去换下一个。对，再去换下一个。哦，美女你好，我是艾琳，你好，怎么称呼？桃子姐姐。哦，姐姐哦，不要讲姐姐啊。没有，这是尊称，就是桃子姐。哦，桃子姐。哦，桃子姐，哦，桃子姐。放你一个礼拜。哦，快个礼拜，等一下。再快个礼拜哦。哇，等一下，他拿这。这时候。小费吗？哦，这就是小费哦。对。哇，这样就赚2000呢。他妈这么辛苦拍片干嘛？哇，这时候一般来讲刷到小费要干嘛？我们会就是倒一杯酒，就这时候要再喝一杯酒。对，谢谢桃子姐哦，要再喝一杯。对，我觉得你好像拿的不够，是吧？哦，真的，哦？那这时候再喝，又再这是喝了，哦，喝的意思哦，应该拿的不够，真的哦。对，又赚钱呢，对，赚钱呢，再喝一杯。所以正常来讲，只要拿钱就要喝酒，基本上礼貌性，礼貌性，礼貌性。跟你说你不喝，哦，没关系。哦，我喝，不要弄死你。我谁弄死还不知道呢？是哦。对呀，啊，拜托。来呀，啊！没来过我家，不知道我腰好不好。半价好了啦，你们示范一波怎么聊天。哦，我叫 Michael。哎，姐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叫慢慢。慢慢。叫慢慢叫。你经常来店里吗？还好。你要经常来，我很常被点走哦。可以。因为我会喝吗？当然啊。那等一下玩游戏吗？可以啊，来。顺了我喝一杯。到你能，到你能喝的。没问题啊，喝十杯都不是问题，让你的机会啊。没问题啊。他很会聊天呢。下一位是这个。Hello， 难得又遇到你了，先喝一下，先喝一下。难得遇到，哎呦，在装熟。No， 真的做这一行，你不能有距离感，一定要先让客人拉近距离。Oh. 对，所以就算是第一次遇到，也会说好久不见。好久没见，好久没见。因为我们要先把场子的气氛搞嗨嘛。换你了，帮我，换你了，他们都表演完了，换你了。那我们来玩游戏可以吗？对啊。然后我们先清桌面，先清桌，你要帮客人先清桌面，要帮客人擦嘴吗？通常就是直接清过去啊，这样。大家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确定？不要这样，我们可以好好玩游戏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们先玩哦。那姐先走，这个你们等一下自己处理啊。玩得开心的哈，好的，姐，谢谢。要送他吗？一般会送。我一般会送，那我要送姐姐。一般都会。姐姐肩膀会酸吗？我先走了。你们有没有什么专长？你们把它展现出来。接下来就到你们手上。有没有什么专长？我是美人。这些钱都属于你们的。事务先开始啊。第一个展现嘛，对不对？我知道，真的有哦。哦，那你就喝酒，就直接喝。哇，他肯定是可以发小费，这可以发小费，给一点，给三千。我这样给。哇，要再喝一杯，再喝一杯就给福利。来，再喝一杯，来。不够是吧？对，要60。哇靠！今天这一杯是要花完。哇靠！故意不一次拿完哦，你。哎，张，哇！
哦哦，好好这底底可以哦，这底底哇，这底底耶，哇靠！那我们换下一位，介绍我们的卡燕哥，展现他的才艺。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，盘旋在你高不见的高空里，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。他深情的看着他唱，哎，甚至要跟深情的话就直接牵手，要主动伸就对了。因为我们跟女生靠近的话，有时候女生不一定会习惯，所以人与人最近的距离通常都是一个拳头。那如果说到后来都已经喝开了，互相喜欢的话，就是可能会牵个手啊，然后是没有，可是不会太 over， 就是会接吻吗？偶尔会。漂亮的客人可以。其实我们这一行不会说一定只有挑漂亮不漂亮，因为我们不会挑客人。哎，很敬业，一定要一定要。漂亮客人谁不会啊？那等一下，哎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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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靠，都塞这边呢。我们还有遇到会塞其他地方，所以跳舞的时候就直接塞到裤子里面，塞下面都会都会都会。要展现你的表演，本来是跳脱衣舞，可是没有音乐，那我就直接脱了。哇，哎，哇靠，哎，他拿超他拿超多的，等一下，刚唱歌唱那么深情，唱要死，才3000块。那个真的是猛料，因为他是拳击选手。哇靠，真的。脱下你不知道，可以耶，这手机哇干，哎，真的有，真的有，哇靠，这直接摸啊，基本都是直接摸，那可以回摸吗？那小林哥，你的才艺是什么？我来耐高的。艾里哥，起来吧。这样可以吗？你看，女生都喜欢高的啦。对对对，我跟你讲，这我们经过3000组的女生，你真的喜欢高的？你多高？187。我觉得小费发不够，那怎么办？让他们比个赛好不好？那个艾里不是最爱那个空干吗？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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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现在比空干？我觉得他们不是我的对手，哎。今天就是来这边，就是要把这些钱拿走，对，拿小费，不手软哦，不手软，我也不交软啊。哎呀！那现在准备开始了，小费准备发喽，预备，3、2、1，开始！好刺激啊！看他摆脸色，我觉得每个都每个都一样快，我觉得我右边这个好快哦。为了钱，为了钱，为了钱，快快快，上去，上去，上去！弟弟，你要准备，准备，准备！钱很难赚呢，你摇得很累。我刚刚摇一下呢，我赚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7张哎，17000哎！我刚摇那么卖，赚了17000块，值得。平常空干都没有钱，今天空干有钱，太棒了。好啦，这位美女们，我们刚刚表现满意吗？非常满意。今天很感谢我的教练叶子 Michael。海燕、小林，谢谢我们的客人愿意露脸，也谢谢我们的男模，谢谢，谢谢。耶！我是小哥爱你，最爱你，让小姐姐烫水没有道理。好啦，那今天一日男公关的工作呢，就暂告一段落了。其实我觉得男模店跟我想象中的其实不太一样，因为我们有拍过酒店嘛。那其实男模就是 for 女生客人，当然也有男生客人。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娱乐聊天的地方。而且我今天体验下来，我发现带我的教练的叶子哥，他真的他其实蛮好笑的，就是他很幽默，就是他很爱讲干话。他其实是能喝，然后他又很爱讲干话，然后就是会有带给人家一种很亲近的幽默感。我觉得这是他的特质。他每一个男模的特质不一样，只是我觉得就是一份工作，但大家也不用用一个很奇怪的眼光看这个职业。
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职业，就是陪客人聊天、喝酒、玩游戏，其实就跟酒店一样，就跟 YouTuber 一样，对，就跟 YouTuber 一样，我们在取悦大家，而且他们甚至比我们更辛苦。好啦，那如果可以来的话，记得参考这边资讯。好，那如果想，谢谢大家。然后呢，如果想要购买，我弟很猛，里面很超级玛卡的，记得参考下方链接，或是到我的来去逛逛逛以及虾皮卖场做购买哦。记得不要来到买到来路不明网站的东西，因为很多人仿冒我，好不好？好不好 ？OK， 那我们今天男模的体验就到这边结束了，大班下班啦，耶、yeah, ，累死啦。我靠！好，少晒少晒，看镜头看镜头，少晒少晒少晒，很好很好，少晒要少晒少晒要少晒。前前哎，没有。